第十三，扫罗认罪。说怎么样？咱们从第二十四节读到第三十一节，二十四节读到三十一节，找到咱们开声来朗读。一、二，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意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的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大族者并不至于说谎，也不至于后悔，因为他久非是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请你在我百姓和长老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好，感谢主的恩典，先读的很棒，先读的很棒。从二十四节开始，二十四节开始，这一堂跟我们讲一下扫罗认罪。罪人认罪有没有用？没有。他对罪人认罪，认完罪了要求赦免，是不是啊？嗯，对。今天教会里头，当罪人的认罪，天天认罪，犯了罪就认罪，认罪就求赦免，是不是啊？嗯，这样人多不多？多多，因为他没明白给罪人认罪。如果今天他向十字架那个强盗、蒙恩的强盗说：“我所做的跟我所受的相称的。”嗯，那么说明扫罗今天重生了，说明他重生了，对不对？嗯，对。他如果这么说，他说：“今天你对我的刑罚是应当的，跟我所做的是相称的。”嗯，这就说明他已经重生得救了。嗯，但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跟所有的家庭聚会、三次聚会一模一样的。嗯，给谁认罪呢？对，给肉体认罪。他有没有灵啊？没有，他没有灵，圣灵已经离开他了。嗯，所以他现在就是给肉体，给一个大肉块认罪。嗯，是不是啊？嗯，你看他是如何认罪的。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就是撒母耳百般的说，最后得回这么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就是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这是因惧怕百姓吗？是因惧怕百姓吗？不是。你看那个背着道的人，他不在正道上的人，他都会这么说话。我因惧怕百姓，我因惧怕弟兄姊妹，我因弟兄姊妹怎么怎么样，我再也不能接待你了，从此以后不再接待你了。你看到吗？这就是扫罗王，他就是扫罗王的后代，因为扫罗王就是这么说话的。哎呀，这件事呢，就是因为我惧怕百姓。王惧怕百姓吗？不惧怕。王是不是上帝给的权柄啊？是。百姓就得顺服。一开始的时候，你说百姓顺不顺服扫罗？顺服，全顺服他呀。嗯，因为上帝给他权柄的时候了，所有的百姓都仰慕他，都顺服他。因为他不顺服神，所以呢，他说我惧怕百姓。这句话对不对？不对。这是因为给自己的私心找一个开拓。嗯，我惧怕百姓。嗯。现在这种光景下的人多不多？不多。我惧怕弟兄姊妹，
对不对？不对，那不惧怕神呢？你怎么去惧怕百姓去了呢？这话是不是有问题啊？你看扫罗说的话就暴露了他没成声，因为他去惧怕百姓，有没有问王弟兄？是不是？我们有这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并不用人教训我们，对不对？我只是把你领到领回圣经里头，但一些事情都你自己来处理，经历事情的时候不用问这个问那个，你自己的心就已经证明了，对，你的心和圣灵都同证你是神的儿女，还不能证明这事儿吗？还用问王耀浩吗？不用，对不对，弟兄姊妹？对，人告诉你今天去出去跟我一起算个卦，有没有打听一下王耀浩他叫我去算卦，我说算是不算？人家告诉我，有人帮我教我学习怎么教鬼，怎么行邪术，这句话用不用问王耀浩？不用的，就像巴兰一样的，别人告诉他咒诅以色列民，你说他说大事小事都得不能越过耶和华的眼目啊，都得问问耶和华，这句话用不用问耶和华？不用问。巴勒差遣人去送挂金这件事用不用问问耶和华？不用问。你要把这件事你要问问耶和华，说明什么？说明什么？没有算命啊！你根本没有算命，你根本没成生，对不对？那个巴勒招巴兰的时候，接着人去送挂金，你说这挂金你是留是不留？不留，不留。他就依然决断的不留啊，对不对？嗯，不能念。就像什么似的，就像扫罗王留这个雅甲王和那些个肥牛啊、肥羊啊，是不是啊？这些牲畜上好的。留不留？不留，不留，不要杀。要是真正属灵的人，杀，全部杀掉，灭掉，一个也不留，连家家王也灭掉。你说这个扫罗王这个王位不就长久了？对，但他不能长久，就是因为，他说我惧怕百姓，找个借口我惧怕百姓，是不是啊？因此我就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拿计划百姓来违背耶和华命令，哪个大哪个小，你分不清大小王了，我看你拿小王去管大王，疼。打牌的时候拿小王去管大王，傻不傻？人家出个大王，我来个小王，分不清大小王了，是不是啊？扫罗分没分清？没分清，没分清。我就计划百姓，所以我就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是不是托辞啊？是啊，这是不是借口啊？是啊，这本不是，就是他当时就是这个心理，而是他不得不在撒母耳面前，在神面前撒个谎。是不是撒谎啊？你看属血气的人都会撒谎，因为我在边讲到我自己也边经历，我在边经历的时候边观察，谁是属血气的？谁是善于撒谎的？他总是给自己找一些托词啊、借口。我因怕百姓，是不是借口？王能怕百姓吗？啊，哪一个历史历代王怕百姓的？没王怕百姓啊？你说，现在下面都是臣民，那个王在上面坐着，下面的臣仆，你说他能不能怕？这王现在怕那臣民了。这还是王吗？这什么王啊？疯王都不如，对不对？说这话对不对呢？他说他怕百姓，对不对？不对，不对的。往下看，第二十五节，下面紧接着求赦免罪。你说神能不能赦免？不能。为什么？第二十五节说，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他让谁赦免罪呀？让撒母耳。你说他傻不傻？傻。他傻到极处了。他说：“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撒母耳不过是一个先知，不过是一个士师，不过是一个祭司。啊，他是传达耶和华话的，他跑谁那去求去了？错没错？错。那么你就直接的为肉体向神求，你赦免我的罪吧？也不对呀、啊。对。吃架强盗没为肉体求啊？对。没为肉体求赦免，对不对？你看不看不？吃架门外的强盗怎么说的？
我做的相信。你看，这这句话这是最关键的嘛。实际上到蒙没蒙恩？蒙恩了，因为他说的话他就蒙恩了。嗯，因为他说，我所做的是应该的。嗯。我受的是应该的，因为我所做的和我所受的是相称的。就这句话，是不是啊？这就证明这十字架强盗是蒙恩的。嗯，对不对？嗯，他去求赦免去了，是不是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把责任推给谁了？北京，是不是啊？把责任。推给百姓，百姓，这是第一点，他的错，你看错上加错，是不是？嗯、这个人要一旦他活在肉体中间，他是错上加错的，对不对，弟兄姊妹？第二点是什么？他向内认罪，为肉体认罪。嗯，为肉体向谁认罪？向内为肉体，向人认罪。他帮助完了，暴没暴露？他重没重生？没有，没重生，一下就暴露了。嗯、向撒母耳求，他不是向神求，他向撒母耳求。嗯、你看今天有没有这样人？有、嗯，像扫罗一样的这样人有没有？有。这两件事，第一件事把责任推给谁呢？这个百姓了，我因惧怕百姓，所以就怎么样？这是理由吗？这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啊！我因惧怕人，所以我违背神，这合不合乎神心意？不合乎。这王非得废掉一个，是不是啊？这王非得废掉一个，所以他认罪，他认的罪都认不对了。来，赦免我的肉体。十字架强盗说：“来，我的肉体跟我所做的是相称的，钉十字架这件事相称的。你现在不用救我，等德国降临的时候你救我，叫我跟你在一起在乐园里。”耶稣说什么？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你这么大的信心，你不应当等德国降临的时候，而是你就现在就同我在乐园里啦，是不是啊？这个信心谁有啊？这信心是什么信心呢？身体因罪而死，心灵而因义而活的信心。嗯，身体因罪而死，因罪而死，这叫救恩。嗯，这十字架强盗明白救恩，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因义而活的信心。而活，看出来没有？你能看出这个十字架强盗正好是照着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因义而活这个救恩而信的吗？是。你是不是这么信的？是。如果你身体不因罪而死，你就用身体做王，也跟扫罗王一模一样。你说这十字架强盗，你说聪不聪明？聪明。神把真正的智慧赐给他。对，哪上的？一下子进去，听没听王一浩讲到？没有，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谁在他跟前呢？耶稣在他跟前。耶稣在他跟前，就是他，耶稣与他同在，是不是啊？嗯、他能信对呀、啊？嗯，对不对？嗯、是不是弟兄姊妹？是、嗯。他一下子进对的。嗯。今天信这么信的人有多少？少。你找啊、嗯、你可以找一找，你上三次会场的该挨个地方找一找，就像十字架强盗这么信的，身体因罪而死，应该的，死了活该、嗯、我身体因为当强盗做了杀人死了活该、嗯、应该的、嗯、是不是这么信的？是。下面说心灵因义而活、嗯、这个信仰高不高？高、哦，这就正是上帝启示保罗的信仰。嗯，那时候保罗还没有被呼召出来的。嗯，哎，他跟耶稣同在，他就能这样信的。这就说明保罗所得的启示跟这十字架蒙恩强盗得的启示是一样的信仰、嗯、对不对？对、嗯、应该呀。嗯，
是不是啊？嗯，扫罗不是应该的，我就不应该死啊，那赦免我的罪呀、啊，赦免，为肉体赦免的人多不多？多啊。这伙人反为肉体赦免的都是谁的后代？亚当。扫罗的后代。扫罗呀，扫罗的后代呀。亚当他没有这么干的，亚当没为肉体求啊，对不对？亚当直接被逐出伊甸园了，是不是啊？扫罗是他的爹呀，凡那么为肉体求的，扫罗肯定是他的爹。是扫罗是他的爹啊！扫罗就是那些为肉体求赦免的爹，对不对？因为他的求方法跟扫罗求的方法一模一样的，是不是？就跟那十字架未蒙恩的强盗。求的圣像，你救救你和我们吧！救肉体，救肉体，是不是？是你看没看清楚啊？哎呀，就啊，嗯，这么多年了，他那根儿还没断，留的那后代还都在这世上还流传呢，嗯，一直到流传到现在，还为谁求？为肉体求，错没错啊？错了。你还说我再上三次会那得听一听，你再去听了你又中毒了。你中毒不深不浅呐、啊，你啊，对不对？你进到那里你就中毒，中毒回来你就云山雾罩的。有的人傻，正好一下那边一下，今天上这里，明天上那里，是不是啊？有没有回三次会堂的？有，有了，又回到三次会堂的，听听他们讲，他们讲的还是肉体，为什么认罪？为肉体，为肉体认罪，是不是啊？神会不会赦免肉体的罪？不会。你要赦免肉体的罪，就不能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十字架的强盗是真蒙上帝的恩典，是不是啊？嗯。这么大的恩典，他能看到这么大的眼光，就是身体因罪而死，应该的，死了活该，是不是？身体定十字架是活该的。主啊，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的灵魂。灵魂，他为灵魂求。不，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嗯，不用等。是不是这么说的？是是是，不用等到德国降临，就今日，就今日，我走了你就跟我走。嗯，我就把你带走，我把你的生命一同带到山里面。嗯。都没说，说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水里面，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嗯、是不是啊、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嗯、你看这个信仰高不高明？哦，这太高明了。你若不是这么信的，你就跟扫罗走一条路。今天为什么讲这个王？这个输血的王，输血的王，你看他认罪都是错的，错没错？错了，从头至尾一直错的。你看干完这事了，完了之后抢命了一大阵，跟三妹辩论了那么长的时间，三妹怎么说的他都不行，最后都行，我有罪了，我就因为惧怕百姓，所以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然后紧接着请你赦免我的罪。看没看到、嗯、哪个地方是对的？没有对的，没有对的地方。他为什么不对呢？输血气，这就说明今天输血气的没有对的，嗯，属灵的没有错的，对，你听这句话，输血气的没有对的，嗯，属灵的没有错的，嗯，听懂了吗？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嗯，扫罗不合神心意，嗯，因为他是血气做王，嗯。好不好？好。今天上帝不让人血气作王的原因，就是因为怕你步入扫罗的后尘，嗯，对不对？扫罗一系列的所作所为都在肉体中间，嗯，而且他是个极其自私的人，嗯，活在肉体中间的人自不自私啊？自私，自私，给肉体求，犯了罪他不是死。咱们今天犯罪因罪而怎样？死。咱们受洗归入基督，受因罪而死，这是信仰的最关键的地方。你受洗归入基督的，乃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这才是真正十字架强盗的一种信仰。归入他的死，甘心乐意的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对不对？对。那旧人不能为他祈求，不能为他求赦免。他犯了罪就应当因罪而死，他不犯罪他就不能因罪而死，
所罗门说明他里边有没有重生的生命？没有。如果有重生生命，他就跟释迦强盗求的是一样的。嗯，但他没有。嗯，你说释迦强盗这个救恩信的完不完备？完备。怎么完备？你说出来。德国降临的时候，你说他相不相信耶稣还钉十字架呢？嗯，这血还在那当当流，他不看这现象。嗯，他看耶稣基督，他不是光钉十字架，他钉十字架是为了我们的罪。嗯，而且他钉了十字架，他会埋葬的，嗯、埋葬的会从死里复，三天会复活，复活而且会升天的，升天会得着降临的。哎呀，这个信仰可了不得了。嗯。哎呦呦，了不得，是不是啊？用山东话讲是了不得，对不对？他能看到这么远呢，他能不凭眼见，他就凭信心，神就指示他这么远的这个属灵的看见，是不是啊？看到哪了？看到最脚内边。最脚内。他现在不凭这个眼睛看，凭这个眼睛看，他就直接看到耶稣正在流血呢。嗯。他现在看用哪个眼睛看？心灵眼。心灵被上帝打开了。嗯。一下看见什么了？基督再来，基督再来，基督再来。嗯。以诺看不看到基督再来？看到了。看到了。活着被提到。嗯。好不好？啊、嗯。今天上帝要叫所有的人都看，有这样属灵的看见，嗯，好不好？嗯、这些实相，这是你得救的根本呐、啊。嗯。如果你没有这个看见，你能得救吗？你是没办法得救的。嗯。这个道不是我记住了就行了，这道必须发出亮光。嗯，这道本身就是灵，就是生命，它发出亮光了，被十字架的那个强盗得到，是不是啊？他看完全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所以只要这个人是凭真正凭信心的，上帝把属灵的奥秘、属灵的亮光启示给他，光照给他，他一下就明白了，嗯，豁然开朗。哦，原来我的肉体就是做了杀人的，死了应该的，嗯，是不是这么说的？嗯，这是应该的，嗯，谁能说这话？可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哎，过个节的他，都应，是不是啊？咱不应当聚会，咱应当好好回家过节去。你问你这么想的？今天来聚会呢，是杨弟兄和郭姊妹打电话，迫不得已的才来聚会。是这样的举手的，迫不得已的，不是这样的举手的，不迫不得，我甘心乐意来举手。好，放下。那个世人那些东西啊，那是无尽无休的，你信不信？对，信。隔几天孩子考大学，隔几天66大寿，隔几天77大寿，隔几天又整什么烧百。你们这有没有？有。你们烧七？有。你都参加吗？不啊，不参加。你若有一个不参加的心，上帝会给你开出路的。是的，你信不信？信。我那不是没有灵舍，我那灵舍，嗯，都是上帝就借着我在外面传道的时候，他们都死了。一个个都死了，我没在家，我参加不了啊。隔几天死一个，什么时候死的？就是我在外地，我没办法回去。你家里门都锁着，你上我家砸门呐？我人没在家，听没听明白？就那邻舍，附近的邻舍死了好几个，都是赶着我不在家的。嗯，你说神给不给你开出路？开出路。你说在家，你说你是去还是不去？你去了，他整那些迷信活动，你心里好受不好受？不好受，你是不好受。嗯。那咱家不将来也得死人吗？咱家死人早早就办葬礼了，在谁给办的葬礼？就在那后山。嗯，办没办完？办完了。就到时候死了就往上一弄，就不用办葬礼了。嗯，办葬礼目的干什么？收钱。你收完钱的人，别人再办，你去不去送钱？那你这不就堵死门子？这叫什么呢？造坑挖井，房顶开门了，就不跟别人来往。你会不会这么想，王一浩？啊，王一浩现在做的对不对？对。有一些东西你不能够沾边，沾边可能赖。嗯。那叫沾边赖，你信不信？嗯。他就赖上了。嗯。你不行，你不信吗？你上这个礼舍去赶个礼，那下个礼舍呢？他挑你礼呢？嗯。
你怎么上他家不上我家呢？就跟你有仇了。你要谁家都不去，天他也就那么地儿了。知道完后他天天在外跑，没时间，他不会上房的话敲敲门，砸一砸门，你对不对？我家老板一年四季都是在那关着，那是薅草。我回去薅草，我进去当个狙击手，在那里猫着，打狙击枪，没有人看见。他把薅草，满院全是薅草，每一次回去都比我都高。每次回家的时候，那院都是那样，前后的院全是草，长满了，得先回去割，不然那车进不去。对不对，弟兄姊妹？现在你的心不要在世俗中间活。扫罗王是不是在世俗中间？是、啊。你等下面我就跟你讲，扫罗王被鬼附了之后的呢，开始找那新邪术的，给那教鬼的，是不是啊？他的心在不在世俗中间？在。世俗中间，这样的王，给以色列会带来灭顶之灾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对。对不对，弟兄姊妹？就是你爷爷出来了，他今天他是输血气的，你不要捧他，你捧他就等于害他。有的人你看他害谁被害了他都不知道，他帮着害，捧上去了，捧上去了，上去讲道。你上去讲道，他明白道吗？他能讲了吗？可以说有的人被捧上去都赶不上我中间的最小的一个。他明白的都很少很少，上去的就有点文化，上去不根本不明白圣经，就上去讲去了。你若说不让他讲，他说你太嫉妒了，你完好嫉妒，你不让人别起来讲，你就你自己讲。现在这个时刻你必须先听，因为你没到时候。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我说这话弟兄姊妹对不对？对。现在这个时候不是你起来的时候，给你推上你下不来了，你信不信？推上把屁股给你推到树上去，上树容易下树难。那胖子不信的胖子，胖墩的人你给他推上树了，他上树容易下树难，他下树就得怎么样，吧唧就给往摔一下，摔实实的，对不对？可别往这推呀，特别一些老年人推上去他都极其顽固，你让他下来，他面子他过不去呀、啊。他为了面子，他也跟你俩干。现在有没有这样为了面子跟我干的人？有。已经不行了，他还跟你干。已经证明了他所有的所做的事情都是输血气的事儿。但你告诉他下来，你先别干这个事儿，你下来，这不适合你干的。他不听。不听啊。因为什么？为面子。就是因为面子的事。千万别往这听。那么你今天你作为老人呢，你在下面安静听到，你说得不得赏赐？得赏赐啊！你别先别上去，你上去没兴起，你没跟你说话，也没呼召你，你不要上去。你一上去出问题了，你说你这么大年龄，弟兄姊妹不好意思说你，说你下来吧，你别讲道了，你下来吧，因为你讲的都不是道。你再说你也不懂什么叫道，你再下面就听别人讲，你听就行。你说他甘不甘心？他不甘心。他都上去了，在弟兄姊妹中间还要树立威望，还树立名声，是不是啊？都在弟兄姊妹心中都有一定的位置。一旦下来了，这面子往哪放啊？输血气属灵的，输血气，他顾及面子。扫罗王顾不顾及面子？顾及。你等一会儿，你们查，你看他顾不顾及面子？你看顾不顾及面子啊？这是25节，是扫罗王认罪。然后他25节下半部说：“我好敬拜耶和华。”他说：“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上帝用一个属肉体的君王敬拜耶和华吗？今天在肉体里敬拜的人多不多？多。你说什么他都不听，就在肉体里敬拜。敬拜神要用什么？上帝这上面在前面已经讲了，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意，是用心。神是灵，
敬拜神的要用奶，不是肉体的事。现在看谁能够真正的坐在下面动灵不动肉的去敬拜神了。听没听明白这句话？你看上帝旧约是动肉，对不对？新约是动灵。因为旧约的为什么动肉？因为旧约的约刻在哪儿？刻在肉体上。肉体上是记刻在肉体上。因为约本身刻在肉体上，所以它肉体动行，它就是肉体动。新约是不是肉体动的？不是，不是的，肉体死。灵魂灵在动。对不对？对，下来安静下来就能敬拜神。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这是主说的话。当扫罗王告诉你顺便我是顺便长顺便长，然后紧接着你同我回去，然后我好敬拜耶和华。对是错？错。错在哪里？他要用肉体敬拜耶和华。对不对？对，因为耶和华已经厌弃他做王了，还要敬拜耶和华。你厌弃的人，那别人给你什么东西都不要。你信不信？信。假如有一个口臭的人，这口臭的人一丈远就能闻到这个口臭味儿，这口臭味儿老难闻。完了之后，这人一天不刷牙，那牙黄的简直，那牙全是粘的那垢，是吧？专门凑到你跟前。所以你翻他的口臭味，你躲，你这边躲他这边往上凑，你这边躲他这边往上凑，你什么感觉？厌烦。你坐着不爱在他跟前坐的，因为一丈远能闻到他的口臭味。我说这话你听懂了吗？扫罗王现在就比口臭还厌。厌烦到什么程度了？啊？巴不得他死了，这样人得死。他为什么会最后死呢？扫罗王死没死？死了。怎么死的？被钉子扎死的。他伏在刀上死的，是不是啊？他自己自杀的。敌人没杀到他，他自己敌人光刺了他一枪，射了去，他一箭拿弓箭啪射了他一箭，他受了伤了。他让那兵那个卒子过来捅我一刀，把我捅死，别落在那个未受割礼的人中间，最后他不敢，他就伏在刀上死了。自己死了，自己自杀了，是不是？自杀了。那么扫罗王在耶和华面前招不招人烦？招人烦。你看他就为自己做自私，为自己啊赦免我的罪，然后我就你同我回去，叫撒母耳同他回去，我好敬拜神，是不是？他说我不同你回去，说没说？我们看26节，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话命令，就等于耶和华厌弃你，是不是啊？是的。你根本没听耶和华的话，你厌弃他的话，这说明肉体的王他就厌弃主的话，就愿意听人的话，听百姓的话，听人的话，最后他又去找人，找那个信邪术的，对不对？他专门听人的话，不听神的话。你看这个王得不得死啊？得死，他非得死不可。所以我们这个肉体的王得不得死啊？得死。得怎么死？饮水而死，跟猪同死。与猪同死，厌弃。因为耶和华厌弃他，是不是啊？一切教会中间凭肉体做王的没有圣灵的人，耶和华厌不厌弃？厌弃他，所以耶和华要弃绝他的。那么今天人说什么也没有用的。他现在求撒母耳，哎呀，你跟我一起回去吧，我不允许你回去，你这厌弃耶和华的话语，那么厌弃耶和华的命令，我也耶和华也必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是不是啊？神已经厌弃他了，从此以后呢，这个王位就离开他了，是不是啊？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裂了，是不是撕断了？
一心唰就死完了。嗯，给断了，证明以色列的国从此以后，嗯，跟他断开了。嗯，不是你的国了。嗯，是不是啊？嗯，这跟国断开了，是说明君王已经完了，已经完蛋了，是、嗯、吧？我们看，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的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断没断开？从此以后，国跟他断开了。嗯，这个扫罗再也不是以色列的王了。嗯，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以色列王，他得让他装的。嗯，他还装以色列王呢。嗯。他到处招募一些有才能的人，像大卫一样，像招这才能的人，嗯，是不是啊？嗯，他也得假装的上战场打仗，但他有没有能力啊？没能力了。敌人一恐吓他就害怕，嗯，敌人一叫骂他就害怕，嗯，因为他没有神的同在，嗯，耶和华已经废弃他做王了，是不是啊？是，对不对，弟兄姊妹？对，我们看。这个我要赐给比他更好的人，你说这个够不够刺激的？啊，够不够刺激的？刺激谁的？扫罗，这个属肉体的王，对不对？就刺激他。嗯。今天肉属肉体的人在地方做王，上帝早晚得借着人刺激他。嗯。因为上帝要把这道传出，属肉体的做王的人在教会中间做拦阻。嗯。他不是做积极的接待的工作，你只要是属肉体的，你根本没有重生的生命，你在教会中间，你不会顺从神的，你也不会听从主的话的。主差遣一个人，你以为这个人就是个平常的人，就为了拒绝这个人，不听道了，你等着，上帝会像废掉扫罗一样的废掉他，对不对？因为这道必须传出去，传出去，各个教会必须树立一个，上帝必须树立一个属灵的人来管理这个教会，对不对？不可能树立那些属血气的人，不可能树立像扫罗王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叫所有的人都伺候他，叫所有的人都恭敬他，叫所有的人都把他当神，以他为中心，以他环绕着他转，就像那个正在那个冷文华一模一样的。大伙都围着他转，每一天都恭敬他，送水果的时候都得这样的，当当当敲门了。他把教会所有的姊妹当成他的什么呢？佣人，佣人呢？女佣。你把你的头发弄好啊，都得扎起来，完了之后戴个帽子，就像那服务员一模一样的。你进来拿水果的时候，你不可以把你的头发掉在那水果盘子里头。你进去的时候，你的嘴不能靠在那个水果盘太近了。完了，当当当敲门，进来。冷文华坐在那个座上，进来。肚子舔着，肚子冷了，在那坐，进来。完了之后，那敲门的，那有个子，那个不能叫他姊妹，就是个女的吧？因为她也没有重生的生命。嗯，端个水碗，把门开开，端个水碗这么进来，头低一下，又不能够嘴哈气哈到那水果上，就得这样，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就进来，进来放下吧，放了，放下完了之后退去吧。不能够盯朝那边，你看盯朝那边就坏了，盯朝那边就他马上就告诉你，你给我抓过来。是是，照退出去。教会所有的女的都是他的女佣。是不是啊？嗯，女仆、女佣，教会所有的男的都他的男仆，就是冷文华。这个教会能不能好？不能好。扫罗王就是这样。嗯，他说一不二的。嗯，他犯了罪的时候，他推脱责任就是的。嗯，他是说一不二的。这教会谁要是
要违背他的命令，那就坏了。这囊罗华就是这样的，独断专行，跟扫罗王一样独断专行的。什么叫独断专行？就是我自己，我行我素，我自己说了算的。是不是啊？连神他都不在话下呀。对。何况撒母耳的呢？你撒母耳是个老几呀、啊？神的话他都不在乎了，是不是啊？他可以直接顶撞神，对不对？越弄越高大，越弄越高，这叫无古典自高自大。这个属肉体的人做王在教会中间，他说越弄越高大，越弄越高大，高大到一定程度了，他本来就比众人就高一头，他再高大的他就顶到天上去了，是不是啊？就跟这龙文化差不多少，龙文化就是学他学来的，都得完全听他的，不管哪个教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不管哪个教会，今天你背离的这个道，就等于你背离神了。听没听明白？这个道根本不是从人来的，乃是神默示在圣经里头，对不对，弟兄姊妹？对。咱们今天要遵守主的话，就等于敬畏神了。不遵守主的话，你就等于不敬畏神了，对不对？给主做见证的是不是这经？是啊。我今天不听圣经的话，等于不听神的话了。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圣经里不是我今天我重生得救了就是了结了，现在我敢肯定有一些地方连重生得救这一关都没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听的道都往那里听了，往肉体听，所以他重生得救这一关我都怀疑他，对不对？就像犹大跟从主跟从了几年，三年，最后因为30块钱能把耶稣基督卖了，对不对呀？你要服从那引导你们的人，你要顺服那引导你们的人，不要顺服那些个根本没办法引导你的人，他能把你引错路的人，是不是啊？是啊。今天跟你引到正路上了，由罪引到义里头，由律法引到恩典里头。由旧约引到新约里头，由人这个肉体里引到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这是不是一条路啊？是啊，这就是一条路。你要不要顺服？你要不要依从啊？依从，要依从这样的人。这圣经就直接就告诉要依从，要顺服这样的人，对不对？对。他不是为自己，你这个顺从他，当这个教会中间你会发现的。你自己也会发现的，你会发现什么呢？这些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牢笼一批人，你就不能跟他跑，对不对？扫罗王做王完全是回到自己的利益中间了，不是以百姓的利益为主，以自己的利益为主了。这正照着耶和华说的，这个王起来必要辖制我的百姓，是不是啊？必要辖管管辖我的百姓，听没听明白？听明白。是不是啊？那么在29节是这样说的，29节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神会不会说谎？不会。也不知后悔。前面说我立扫罗王后悔了。这句话又给反过来了，不是后悔了，你别把那话当成是后悔的，好像那句话前面说我立扫罗王后悔了，这是神跟撒母耳说的话，对不对？就因为这句话，撒母耳在那忧愁了一整夜，就祷告求，是不是？求耶和华。现在呢，撒母耳又把这话翻过来了，神没有后悔。是不是啊？这里边有一个，我们往下看啊。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迥非世人就是不同世人。他迥非世人，这就念迥啊。迥啊。
九分世人就跟世人不同，不一样。你要把它解释成跟世人不一样，他虽然加了九分世人，其实这句话九分非就是不同的意思，囧还是不同的意思。你要把它要怎么样呢？要把它怎么说？九分世人就说不同于世人，跟世人不同，叫九分世人，对不对？哪个囧？一崩。这样，囧，鸡，庸，囧，囧非世人，三声哦，囧，庸，囧，囧，不是囧，他囧非世人，他不同于世人，他跟世人不一样，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因为他不至于后悔，因为他早就知道所罗门会背叛他，不听他的，离弃他，违背他的命令，早就知道的，是不是啊？所以下面说，绝不后悔，绝对不能后悔的，是不是？把前面那句话，那么就说前面的后悔那个翻译的问题，那后悔你一定不要把它当成后悔。听没听明白？有的人把那反悔和后悔都能翻译成一样，那上帝会反悔吗？不会，不会，他也不会反悔，是不是啊？就上帝造这个就是有目的的，就是兴起扫罗王就是有目的，就叫所有的人都能学习这个人格，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是不是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是神默示的，是神默示的，留在圣经里头就是要警戒世人，是不是啊？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督责，是不是啊？教训督责，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是叫你不要笑话他，我把他立为王，我根本不是想要立他做王，就是拿他做一个什么呢？试验品，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就做试验品，不是试验品，他上帝不需要试验，就是拿他做一个什么呢？我杀了个鸡给猴看，就这个意思。我拿他做牺牲品，牺牲完了给所有的人看，就成为所有人的警戒，对不对？拿亚当时代给所有人看，就是告诉那血气人不能做王，以后你不要在血气里做王，就这个意思，对不对？对。那么说，上帝造分别善恶树果子，他知道亚当会吃分别善恶树果，上帝也造出来，就是意思告诉所有的人，告诉这个属肉体的亚当啊，他不会遵循我的旨意的，我把他放在伊甸园里，给他一条，他也不会遵循我的旨意，对不对？那么扫罗王呢，上帝立他为王，告他为王之后呢，也是给他试验一下，就借着打败亚玛利人，叫他击打亚玛利人，最后告诉给他一些戒律，看他能不能守，最终他没守，是不是啊？他自己上去献祭，这是一个错误，他自己又去立碑，是不是一个错误？是，他自己又去张扬自己，高举自己，是不是啊？又去没等怎么样就开始就大肆敛财，这都是一样的。所以上帝今天也是这样，在每个教会中间都兴起这样的人，兴起完了之后呢，借着这个人的他的属血气来警戒后来时代的人，最后上帝要杀一批，在教会中间要杀一批，听没听明白？为什么要杀一批呢？不杀不行啊，要杀一批才能警戒后来时代人，听懂了吗？比如说我举例子啊，我举个例子，混乱主的晚餐，杀一批，杀没杀？杀了，杀了一批，死干也不少，是杀一批啊。最后上帝都是在教会中间要把这些受血气的人杀一批，就是王杀一批，不让肉体做王，就杀一批，就是一直告诉警戒后来的时代人，听没听懂啊？
因为输血气的人太多了，这教会掌控在输血气的人中间呢，这个教会就会混乱的，好不好？因为他的横八竖挡不让你接受真道，对不对？杀一批呀，得杀一批呀，听懂了吗？这绝对不是在说谎言呐，这绝对到时候上帝就得施行他的权柄，在教会中间一定会出现这种现象，听懂了吗？教会的必须得往不得往前走，因为他是属灵的教会，必须教会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他是基督的教会，是不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得往基督身上建造，这才是教会。往任何人身上建造，往扫罗身建造，扫罗就完了，就有祸了，是不是？往任何人身上建造都不对，好不好？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应当操练属灵的身，不应当操练属肉体的身，好不好？这就是上帝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课题赐给我们的原因，对不对？都起来做王，都拿做王，肉体抢王，有的那抢的教会那都抢的不行了，除了抢王，再就抢奉献箱要。你们没有吗？有，那真的有啊！抢奉献箱的钥匙，是不是啊？在教会中间，眼睛都盯盯在钱上，对，都想方设法偷机取巧的把上帝的钱化为己有，这都是属肉体的人，这样人离他远一点，对不对？这样人根本就没有神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应当警醒的，该你警醒的。该你得的奖赏不能叫别人抢去，好不好？你应当得的教训，你不应当把它推出去，好不好？今天我们得到通过这些血气的王，我们就可以得到许多许多的教训，使我们今天真正的在这些属血气的王中间，不是学习到榜样了，而是学到功课了，而是学到什么？得到教训了，是不是啊？那是警戒，是不是弟兄姊妹？是。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注意自己，我今天在教会中间我应当是怎样的啊？顺服人是顺服神，顺服神。好，再往下看，我们看30节。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请你在我百姓和长老，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还要抬举，还要抬举。耶稣基督说：“人子被举起来。”他要抬举谁？抬举自己，要抬举他自己。有生命吗？就这句话就已经暴露他没有生命。你看，一句话来暴露他，暴露他有没有生命？还要抬举我。那么虽然我有罪了，虽然我如此，你还要在我百姓面前还有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你还要抬举。跟扫罗王是不是这样？都到这个程度了，还要挽回这个败坏人呢，还要自己想方设法挽回自己，不要丢面子抬举我吧，我这太没面子了，要一下就没王了，这不就没面子了吗？这是输血气明显的一种反应，是不是啊？出血气的人明显一种反应，什么反应？抬举我呀！我虽然犯了罪，抬举我呀！在整个的百姓面前，还长老以色列面前，抬举我！这神的侍奉是抬举的吗？是啊，这神的侍奉是抬举的吗？啊？听没听见？抬举人呢？现在教会最怕的就是抬举人。教会要的不是抬举人，而是把基督高举的，是不是？高举基督，对不对？现在扫罗王，然后呢，归肉体认罪。第二点是要什么？要抬举自己，要抬举自己。我说完了，你说这个，如果是这个教会有这么一个扫罗王，你说完不完了？抬举我，抬举谁呀？
这教会得把人抬举起来，嗯，人都得虚啊，不是抬举人呐、啊，嗯，虚己是不是、啊？是、啊。那圣经的您说的《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五节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啊。基督，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是不是、啊？嗯。基督虽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嗯，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嗯，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啊。就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嗯，是不是啊？嗯。你看没看见，扫罗王要抬举谁？抬举自己。抬举自己。以谁为中心了？以自己为中心。现在教会中间这样的人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嗯。就他错了，你跟他说错了，他不会接受的。因为，你告诉他，现在你应当放下，放下完了时候呢，你应当听从弟兄姊妹的所有的，是不是啊？所有的一些个反应，对不对？牢笼的一些人，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会放下，放下了我咋办呢？没面子，我没面子了，我还要面子呢，对不对？嗯，死要面子。世人说死要面子活受罪，像人死要面子活受罪，对不对？上帝也可以要他，他自己在那挽，就是像自己在那挽回一样，用人的方法挽回，是不是啊？嗯。抬着自己，来，你在以色列人，在百姓面前和长老面前抬举我。他压根没把神当成了他今天侍奉的中心。嗯。是不是啊？今天我们要把谁当成侍奉的中心呢？神。把神。主。基督。把神。嗯。是不是啊？嗯。当作我们侍奉的中心。嗯。把神当成你侍奉的中心，那么扫罗王根本没把神当成他侍奉中心，他现在要抬举人起来了，干什么呢？还是大血气血气的肉体作王，是不是啊？嗯，给弟兄姊妹带来灭顶之灾，嗯，给那个整个的以色列民带来灭顶之灾，嗯，神不喜欢这样的肉体在地上作王，嗯，完了之后神要给他废掉，他紧的挽回了，嗯，这是一个，是不是啊？从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完了，完了，你的神，你的神。那既然不是你的神，你敬拜啥啊？既然是撒贝的神，你敬拜啥呢？显让你敬拜，你是奴仆啊，你跟神没有关系。他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说嘛，神不是他的神，是不是啊？神不是他的神，就说明他敬拜的对象不是自己，他服侍的对象是自己，他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你看看这件事严不严重？严重。因为神不是他的神呐、啊，因为他嘴里说出来，这神不是他的神，这女的神呐、啊。你既然这神不是你的神，你有什么资格去敬拜去？啊？说明扫罗王认不认识神？不认识。从扫罗王做王一直到最后，神都没跟扫罗王说一句话，嗯，连一句话都没说过，嗯，对不对？都是间接的叫撒母耳，嗯，是不是啊？嗯，你看没看呢？嗯，他从起来一直到结束，神不跟他说话，嗯。最后撒母耳也不跟他说话，嗯，直到撒母耳死了之后都没去见扫罗一面，嗯，最后死完了之后呢，他去找那个新巫术的，嗯，完了之后呢往外找，嗯，这因为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到现在还不明白呢。要是你明不明白？明白，明白。神如果不与你同在，说明你没有重生的生命，你招谁也没有用，你把撒母耳再招出来有没有用？没有。没有用的，你看扫罗都被逼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啊？嗯，所以他，我们拿这个就可以在教会中间可以比，在整个的我走过的点，一个一个点的衡量，看看哪个迎合这个扫罗王了，那就他就是属扫罗王的，
哪个迎合亚哈王的，他就属亚哈王的，哪个迎合，这些王都不一样啊，这些王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还有尼布甲尼撒王，是不是啊？还有波沙撒王，这些王都是不同的，而他们做的事情都不同啊，但他们都是属血气的王，是不是啊？是。那么今天上帝就要叫弟兄姊妹都看见，边学边看见，谁在教会中间做王的？谁在教会中间是像扫罗王一样的，凭血气做王？最后呢，上帝都要把这个血气做王给他废掉，好不好？好，他是做不长久的，对不对？再稍微延续一点时间啊。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真敬拜假敬拜？假敬拜。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力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他回去了是要接受扫罗王的邀请吗？不是，不是的，他要把亚甲王给杀了，对不对？不能留下这个，留下这个就成为跟祸了，是不是？留下这个亚甲王，将来以后以色列王将会受到这个亚玛力人的苦害，是不是？同时上帝叫把所有的亚玛力人灭尽，就包括亚甲王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看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你看那个亚甲王，亚甲王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血气王啊？是。扫罗王是不是也是血气王？是。扫罗王是以色列中的血气王，亚甲王是外邦人的血气王，是不是啊？是。是不知道死亡，这说明他没有主的灵在这里面，是不是啊？你看哪一个真正属灵的人都知道我要死了，是不是啊？我要死了，雅各知道自己死了，扶着丈夫敬拜神，对不对？对，都知道自己要死了，完了就是以撒知道自己要死，死了就给谁祝福？就给雅各祝福，是不是啊？知道自己死了，那属灵的人他是知道自己死了，这个都不知道自己死了，还高高兴兴的，死亡的苦难今天要怎么样？过去了，要过去了。远离我了，我终于可以不死了。是不是啊？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死，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死。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了。是不是将亚甲杀死？亚玛力连王的百姓死了，最后又出来亚玛力了。最后咱们可以看，最后他又出来亚玛力了。怎么生出来呀？出血气的生出来的，对不对？就像什么，那世人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都被灭尽了。最后又出来哥哥和马哥了，哪来的？血气血的生的，就是以色列出血气的身体生出来的，听没听明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再看第34节，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撒母耳，但撒母耳为扫罗悲哀，是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撒母耳没见扫罗，一直都在悲哀，一直都在哭，
觉得这个王太可惜了，怎么立这么两天耶和华就后悔了呢？是不是啊？这谁也改变不了。最后耶和华亲自跟撒母耳说吧，你为什么为扫罗王悲哀呢？这样的人值不值得悲哀啊？不值得悲哀，他是血气的王，不值得悲哀。他死有余辜的，对不对？他就应当死，血气的王就应当死。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肉体再也不能做王了，他死不用为他悲哀，好不好？好。你凭信心跟基督同死，不用为你的肉体悲哀。你肉体连肉体先行之欲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叫罪身灭绝，有没有悲哀？不，有没有哭泣？没有。有没有后悔？不用。不用的。你说上帝叫他死的，我们的肉体是不是上帝叫他死的？是。跟谁同死的？跟耶基督同死。这样的人是上帝合神心意的人。你明白这个理就行。感谢神的恩典，神赐福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闭目。亲爱的圣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聚会，将这个输血气的王这个课题赐给了我们，使我们看见一切输血气的王都是亚当的根，一切输血的王都以自己为中心。今天我们要高举基督，不高举自己，因为唯独人子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归向你。谢谢天父，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照着你的旨意继续的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让更多的弟兄姊妹明白你的救恩，保守住你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使你的救恩在这里被广传，使你的救恩在这里头能够被弟兄姊妹所站立得住，使你被弟兄姊妹所接纳。求你来引导这里的弟兄姊妹，将火热的心赐给他们，将安静的心赐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安静下来听你的道，引导这里的弟兄姊妹，大大的复兴这里的教会，使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得以复兴，使得这个父母天天的加增给这里的教会，按照你的旨意带领他们都能明白你的真道，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使他们都能站立在主的面前。应允我的祷告，愿感恩颂赞荣耀和权柄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阿门！祷告、感谢、祝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好。